看下面黑黑那一群就是被你聚过来的人啊。哦，黑影在底下这样，然后来。哦，哎，哇，直接双勾哎，好可爱，他肚子很可爱，圆圆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牌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钓虾场，我们要干嘛？钓。继上次呢，我跟小易来这边钓珍珠鱼。那今天呢，刚好看到新如意这边又有放珍珠鱼，那我今天呢就带他过来这边钓鱼看看。那我们就直接去准备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巴斯尔，这是一个客人提供的，需要稍微先把鱼锯过来，它下水会化掉。哎呦，好像有嘞。好像沉一下下吗？直接双勾哎，好可爱，它肚子很可爱，圆圆的。我们谢谢老板，谢谢。钓起来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虾子都没有双勾，然后钓鱼就双勾过了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再丢下去试试看。哇，下去马上就有嘞。它皮肤很好哎。好像是啊，看起来咕溜咕溜的。哇，丢下去马上就有了，很可爱。你是在喂鱼吗？不行，这样它不会死，因为跟虾子一样，太清楚就会吓到。太清楚，长知识了。看下面黑黑那一群，就是被你聚过来的一样。哦，黑影在底下这样，有啊，来来。哦，哎，哇，太快了吧！这只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大只？刚刚直接哇，太夸张了，又双钩哎！你是不是很会钓鱼？我们赶快把它解开。我上次来钓超惨的，还是这个是运气问题，还是饵的问题？我闻一下，没有那个鳝鱼。哎，对，这个闻起来还蛮好闻，还可以。哇，太夸张了！钓鱼很好玩。我们钓不到几分钟，我们就已经很多了。钓一小时就可以钓整桶。哇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好痛！男生说什么痛？不痛。这个真的是十秒一只哎。10只了哎，我们钓不到五分钟哎。哇，各位，太夸张了啦！大肚鱼哎，哦，这鱼真的很可爱。你说它肚子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它皮肤又很光滑。它每天都敷面膜，很像水煮蛋。哎，它几乎都是丢下去马上哎。对啊。啊，对不起。这很像一种巧克力，上面有一条线的那种。对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是不是他在玩你啊？很少人家玩我。都是你玩人家。有了。如果带小朋友可以钓，因为小朋友比较没有耐心，他们都一直拉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要钓鱼。哎，哇，刚刚，掉下去了。太夸张了，最后一次咯，把它拉起来看一下，没了，没了。
正就16上下这样啦。我们今天就用了这个重标的线组，那我们就去做结尾哦。哎，怎么开始吃饭了？我们要做结尾啊！是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一盘？那个水煮蛋？不是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叫做珍珠鱼。这个珍珠鱼呢，它是豆瓣酱口味的，就是鱼先炸过，经由大厨它去大火翻炒之后呢，形成了这一道豆瓣酱口味的珍珠鱼。那这个口味呢，它这边待客料理一斤珍珠鱼的话是200块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它好不好吃。我觉得是一个不吃鱼的。不吃吗？是你去吃另外一条。它有别种口味吗？豆腐好吃哎，各位观众，豆腐真的好吃。那如果钓起来你不想要待客料理也没关系，这边旁边呢它有烤炉，之前我跟小易来这边吃的话也是用盐烤，那味道也不差。那新竹这边呢也有快炒，然后好像最近也有可以烤肉，只是我们时间上不多，也没有什么钱，对，没有什么钱，所以大家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。由于呢我们的 GoPro 没电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们是放大版。我们已经把这个鱼呢吃得差不多了。其实新如意钓虾场还蛮近的，是高速公路下来就到了，然后它也离礁溪的市区很近，或是去礁溪的那个关公庙。对，什么关公？要来钓虾之前先去拜一下，就会像我们今天一样钓得很好。那今天呢是钓鱼不例外，我们要送一点礼物给各位。白薇，我们要送什么东西？我们今天用的是重标，那我们就送三组，就是一条重标母线跟两副长短钩，这样算一组，然后就送三组。抽奖的资格是什么？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。留言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受限制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